就是按个门铃，有这么困难吗？哥，你要是决定不了进不进去看妈，那我帮你决定。我带你回去啊，可是立了件大功呢。这个拿给妈。哥，你还是不肯原谅妈是吗？虽然妈做了很多过分的事，可是她现在病了。等一下，韩振宇，他不是我们的哥哥。嫂子明明知道这件事，却一直不说。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哥，你还好吧？妈，这是哥拿过来给你的。他回来了？没有进来，就已经走了。哎，妈，你看，这些啊都是哥拿过来送给你的，你不看一下吗？你看，这些都是。你们母子俩真会闹别扭，一个明明到了家门口却不进来，一个收了东西却又不看。没有你什么事儿了，请你出去吧。妈，我卖了一幅画，已经会自己赚钱，可以给妈买项链了。妈和以前一样漂亮，戴上项链一定很好看。还有，生病了要按时吃药，身体才会好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也会好好照顾自己。西雨。
别碰我！杨阿姨，带平安回房。是太太，带平安。韩大董事长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呀？ 我有事要问你。问什么？今天林律师找过我，说对方律师正在调查你的病例，特别针对你流产这件事情。怎样呢？你是真心想帮我打赢官司，真心想让我当上西镇百货的董事长，还是有什么谎言瞒着我？ 哪有什么谎言啊？在董事长会议召开之前，你跟舅妈就有联络。是你告诉她我的身世，你要联手舅妈一起对付我，是不是？是，是我告诉舅妈的。但是你没能如愿所偿，一举击垮我。 所以你这次利用你流产的谎言，要害我官司败诉，要害我失去平安，是不是？韩振宇，明明是你谎话连天，你为什么来指责我？我流产那天，看到你跟徐英带着平安去游乐园。 你把平安扛在肩上，对徐英有说有笑，你们就像快乐的一家人一样。就在你们开开心心的时候，我出了车祸，我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的。韩振宇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是你们害死了我的孩子，你用什么脸来质问我？ 是我的错，我认为你就算对我没有爱，你也会有愧疚。所以我希望平安能跟我们一起生活，可以做快乐的一家人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还是骗了我。是不是我做什么，你都还是藐视我？ 是不是我怎么做都比不上那个天真善良的徐莹？我带平安离开这儿。 已不在，谁把灵魂出卖？问心说爱在不在？谁把如今只有分开？遇上他才知道，纯真爱情还存在。叔叔，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啊？阿姨呢？ 太太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杨阿姨，我老公他回来了吗？他跟平安是不是在屋里玩啊？先生不是带平安出去了吗？太太，你别再喝了，我去给你倒杯热茶，解解酒好吗？不用。 他们走了，你也走吧，通通都走，快走啊！唉。
是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. Papa， 再叫一遍。爸爸，再叫一遍。爸爸，不行。我不能把他们父子白白送给徐莹那个女人，绝对不可以。喂。我们出来聊一聊吧。我老公会平安的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少装了。就是你把他们藏起来，还不让我跟他们见面。你把他们还给我，你把他们还给我。你喝酒了？还给我！我不想陪你一起发酒疯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我先送你回家吧。莹莹。我求求你，我可以把平安还给你，你不要再利用平安去见振宇了，好不好？求求你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，我给你钱，我给你开支票，让你去抚养平安，好不好？我从来就没有借着平安见振宇，但他们是父子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要他们不要见面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可是振宇却对你念念不忘，他对你余情未了。楠楠，韩振宇现在在我心里早就死了，我现在心里面只有西雨。以前我觉得爱一个人很简单，只要用心爱就可以了。但现在，经过那么多事以后，我才发觉，要爱一个人有很多方法，只是你怎么去爱而已。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另外，跟百丽桑社的合作案会在下月十号签约。签约仪式会在香港举行，时间整整提前了两个星期。为什么？不会是我们这个董事长在离任之前，再让我去谈一个项目，好让我将来风风光光的下台吧？谁的主意？不可能是韩总的。不会就是你的意见吧？这个合作案一直以来是胡总亲自去处理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您的任期内完成这次签约。
百丽的赵总也这么想。很抱歉，吴董，没有经过您的允许，我自作主张了。其实这个合作案子，韩总一直是很反对的。我看这样也好，在我忍心内把他签约掉，也免得节外生枝。妈，我看你们两个啊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唐阿姨刚刚炖了汤，先喝吧。好，你看，有些部分你还处理得不错的，这些我从来没有提醒过的细节你注意到了。你长大了，孩子，不愧这些年来在我身边一直跟着，学了不少东西吧。我都是按照您的指示处理而已。哦，妈，不如这几天你就在家好好养病，公司的事交给邹毅处理就行了。我是该睡会儿了，出去吧。那你记得喝汤啊。嗯，都出去吧。那我们先出去了。嗯，好好休息。哟，收藏了那么多的 CD 呀、啊！嗯，最喜欢哪一张？告诉妈。嗯，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《欢乐颂》，听了就会很快乐，很幸福。冰箱的牛奶过期了，我已经丢掉了，给你买了新的，打开之后别放太久啊。洗好的衣服放在柜子里， T 恤放在第二层，袜子就在下面的收纳盒里。至少要有两套床单替换才行，给你买了新的，是你喜欢的蓝色。这么早回来啊？我今天放假，所以过来看看。那我先走了。对不起。西雨，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是我骗了你。我让细雨失望了。我永远不会生徐护士的气。
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说不会生气，可是我生气了。西雨，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最好、最善良的人，我永远都不会生你的气。不生我的气了，那可不可以也别生妈的气了？西雨，不要恨妈。我不恨妈，可是我不能回家。不能？不是不想。妈她不是坏人，只是因为爱我变坏了。妈因为爱我才会伤害别人，我不想要她当坏人，所以我不能回家，这样妈就不用因为我去伤害别人，去做坏事当坏人了。西雨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怪自己。啊！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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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样？妈！妈，妈，你受伤了，快，快起来！不行，不行。我妈呢？怎么会摔倒？对不起啊，陆院长，我妈她……幸亏是扭伤而已，不过行动会暂时有点不方便，不用留意，回家好好休息一阵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，陆院长。谢谢陆院长。应该的。你去忙去吧。好好休息。嗯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妈怎么会摔倒呢？在哪摔倒的？我自己来。小心啊！你们也上车吧，我先送胡董，然后再送你们。你送西雨就行了，我自己回去。徐护士，我能跟你说两句吗？如果你不上车的话，细雨一定会跟你走。你知道吗？胡董真的很想细雨。妈，如果这次再赶走嫂子的话，恐怕哥这辈子也不会回来了。你也别想这样吧。我们上车吧。妈还
不习惯用拐杖，太麻烦了，让哥抱妈进去吧。你拿着我来。你手臂刚受过伤，把我妈摔了怎么办？哦，哥，你来吧。妈妈，太太怎么受伤了？太太，西雨和徐护士。哎呀，唐阿姨，你就别当电灯泡了。掌声鼓励。哎呀，累死我！妈，我帮你拿。没事，帮妈拿个凳子过来。先拿凳子，先拿小凳子。谢谢儿子。妈，我帮你戴项链。漂亮啊。妈，好漂亮，跟以前一样漂亮。你以前答应妈妈的事情你都没有忘记过，细雨都记得，全都记得。谢谢你，我的儿子。妈，妈。虽然我还是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你明知道韩振宇的身世，宁愿被我们误会，被我妈赶出去，也不告诉我们。不过看样子，我哥好像原谅你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原谅你。悉尼，谢谢你。西雨，你做得很好。我们一起听好不好？跟你们说，这首歌叫《欢乐颂》，听了就会变得很开心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歌哦，好不好听？好听吧。关于您太太诬陷徐英小姐，说她害她流产的事，虽然很棘手，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首先，我必须知道，关于这件事儿，您太太的说法是什么？我太太怎么
你们还没有交流过，这关系到教养者的品德问题。对于法官来说，教养者的品德要比经济因素来得更重要些。如果法官认定韩太太在品德上有重大的缺陷，那么将会非常影响法官对这个案子的判决。你放心，我明白，我会尽快找他谈的。好吧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还有个会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娜娜，娜娜，娜娜，娜娜。幸好及时发现，送来的早，否则就真的太危险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不要离开我，不要，不要丢下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。喂，哎哎，老师您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在外面，能不能麻烦您再多帮我照顾一下平安呢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一会儿就赶过去，谢谢。去吧。对不起，电话把你吵醒了，是幼儿园。不用跟我解释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早已经习惯了。在我生病的时候，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就连那次流产，我也是一个人。所以就算这次我差点死掉，也是一样，
反正我早已经习惯了。不用跟我道歉。其实我想一想，从一开始都是我一厢情愿的，我一厢情愿的爱你，一厢情愿的留在你身边，一厢情愿的以为你会爱我。其实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自己允许你来伤害我。你没有错，我累了，你走吧。我留下来。接你开不开心啊？嗯，妈妈，我肚子饿了。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好吃的。真的？哪里啊？走。耶！哎呀，平安，小姨好想你，你有没有想小姨呀？有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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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看看看看，平安大哥越来越帅。当然啦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外孙是吧？来，你看。外婆给你做的面条，谢谢外婆。哎呦，我的乖外孙呐，怎么那么有礼貌啊？来，快点吃面条。咦，好，来，来。莹莹，那个家伙怎么会答应你把平安带回来？出去，你出去啊！不要激动啊！我看看，不要，不要乱动，这样很危险。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来，只是想要跟你说声谢谢。这段时间都是你帮我照顾平安，你不但没有把对我的怨气加在他身上，还把他照顾得很好，甚至连他挑食的坏习惯都给纠正了。我真的很感谢你。以前大嫂曾经跟我说过，觉得我们两个很投缘，所以很喜欢我。其实我也是一样，我觉得大嫂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女人，不但个性温柔，对人也和气。我曾经很嫉妒你，觉得上天怎么这么的不公平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像你这么完美的女人。但是因为我跟韩振宇的过去，让我每次面对你都觉得很心虚很愧疚。你对我越好，
我就越惭愧。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希望我们是真正的妯娌，有空的时候就可以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的。